第三代胶囊的特点就是，防防火，这用防火材料，防盗、防盗门，防热，这上面是统开的。这种胶囊对于那个弱势群体，就是没有钱的大学生和销售员来说很适合，他们呢，可以用很低廉的价钱住到很舒适的房子。 我想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城市化以后，城市流动很多，而且这些人都是比较穷的弱势群体。但我这个胶囊的出现呢，能够解决他们的很大帮大忙，他们可以用很低廉的钱住到比较舒适的房子。我的意念就是这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在这个放张凳子，再可以做。第二种，这是第一种使用方式，第四代。 我觉得这成为商机啊，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讽刺，这是一种耻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暂时的这样忍受，是为了我将来有尊严的生活。可是如果是这种东西越来越多，胶囊工艺越来越多，那就是说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那我们这个经济的增长，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所以说，这个事情，是不能再继续下去。 我来说的话，比较愿意，我挺愿意。有网线或者什么东西都挺方便的。我现在的网卡什么东西都到期了，非常麻烦，晚上玩不了了都。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，非常好。